恩比德和唐斯在76人与森林狼的比赛中打得不可开交。在刚刚结束的费城76人对明尼苏达森林狼的比赛中，乔尔恩比德和卡尔安东尼唐斯打得不可开交。在第三节中段，两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并开始发生肢体冲突。唐斯的出局对森林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尤其是在刚刚被提名为西部本周最佳球员之后。西蒙斯是唐斯的好朋友，但是索伯练的也是不错啊。全场比赛76人，哈里斯18分9板2助，西蒙斯16分3板7助3段2帽，霍福德12分16板4助，恩比德19分5板2助，理查德森12分4板，科克马兹17分2助，森林狼威金斯19分5板2助，考文顿7分3板3帽，格拉汉姆6分4板，唐斯13分6板2段，蒂格15分5助，内皮尔13分2段，两队综合